在这儿上小火车。来，听刘世文导游的。来，跟我走，我是导游。没来过，我怎么走？哎，大家呢可以向下往前走啊，我们从左手边上车，从左手边上车。好，上车的时候注意车顶碰头，留意脚下踏板啊！注意车顶碰头，留意脚下踏板。上车的时候请注意车顶碰头，留意脚下踏板啊！注意车顶碰头，留意脚下踏板。好，我们。那在我们小火车过来之后呢，看一下左边，而在左手边的图片可以看到，这个呢是袋鼠啊。那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袋鼠啊，有没有发现它们大部分的都是袋鼠的特点？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们的颜色？是不是有注意到左边的这个袋鼠啊，这个颜色是有点棕色的？哎，棕色的袋鼠呢，就是因为它们是神圣的大只袋鼠，而灰色的生下来的袋鼠呢，只有我们成年人的一截拇指那么大一点点。哎，所以说它妈妈不认得它啊，没有办法的，把它放进袋子里面去了，需要由它自己呢努力的爬进妈妈的袋子里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过来之后啊，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，这个同样是儿苗，就跑到这边来串门的了。这就是它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应该特别快。它的时速呢，最高达70毫米/小时，一下子就串门串出去了。当然最重要的是呢，哎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吃不到东西，拿了一个臭。是怎么打法？因为他们俩也碰不到面。对，一个是在那个丛林里生活，森林生活的。小岛明白了吗？到底老虎厉害还是狮子厉害？这一个打群架的，一个是都当领导不听指挥的，那不俩打法不一样。我就大概可能7-8年前吧，我来过一次，但是已经不记得了。然后这次再来，感觉变化还是挺大的。嗯，在今天参观的这个动物园里边，哪个动物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刻？老虎。对，就是因为还是，就是已经很多年了，然后没有进过动物园，然后今天感觉，来感觉还是挺新鲜的，然后加上今天在那个老虎的那个馆看了半天，觉得还挺有意思。怎么有意思呢？主要他最后背对着我尿了一泡尿，在我没有准备的时候，然后就是能很近距离，然后就是看到老虎那种气质，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其实运动员也是需要一点像老虎那样的霸气，是吧？对，当然就是自身就带着一股气场，我觉得就是老虎身上还是有那种王的那种感觉吧。